到呢，这是马总统的超人行，昨天一整天赶了35个行程，跑了204.6公里。昨天晚间到了台东夜市扫街时，对于民众的要求，总统呢还是来者不拒，不管是爱的抱抱或是呢自拍，总统都答应。但是在现场呢，却是有一个小六的女学生，她趁着跟总统握手之际呢，竟然突然跳起来亲了总统一下，马总统呢吓了一大跳，赶快的弹开来。而另外呢，蔡英文的部分，昨天整天的行程也是满档的，白天呢是在彰化南投扫街拜票，晚上呢到了台中举行的造势晚会，除了痛批对手执政不力，还开出了支票要把立法院搬到台中。而在蓝军铁票区苗栗呢，民进党也有所突破，苗栗最大乡长这个头份镇长呢，他公开了为蔡英文站台，另外呢也有无党籍的议员现身力挺，倒数关键时刻蔡英文也算是拔庄成功了。